间由加埃德前往了美国举办巡演，超强的魅力真的征服了现场的所有人。像在演唱 Tomboy 时，苏桦和小娟不小心互相绊倒对方，小娟虽然失去平衡但迅速的归位，而苏桦在跌倒在地的同时依然没有放弃，起身后从容接着表演，真的让乃蔚蓝心疼又敬佩。希望孩子们的未来演出都能够注意安全，简直刚刚的模样才是乃蔚蓝最想看到的。